宗困死幽州。宋太宗写下诏书，命杨令公火速救驾。杨令公以国家为重，在佘太君的支持下，唤出八个儿子，在府门前点兵出征。
天波杨府是北宋抗辽英雄杨业的府邸，原位于北宋首都东京（今河南省开封市城内西北隅天波门的金水河旁），故名天波杨府。天波杨府新址建成于1994年，位于河南省开封市龙亭湖风景区，是一处集湖光山色、历史文化和宋代建筑群于一体的大型私家园林，是开封市极具特色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。